我勒个豆，这可不是一盒普通化妆工具，它们全都是用巧克力做的食玩，你敢相信吗？妈呀，这巧克力做的各种化妆工具，还是第一次见啊，这能好吃吗？我想尝尝什么味道呀。Later， 宝宝们，小公主巧克力食玩买到了，这里面不仅有梳子，还有剪刀、镜子、吹风机，还有香水，它们看着都好精致呀。哎呀，我这发型看着好像有点乱呀，把我们的小梳子拿出来，用我们的小梳子梳一下。嗯，这看着就舒服多了。尝尝它什么味道？它这个口感吃起来很细腻丝滑，这看着是舒服多了，但是好像有点长，我们这边用剪刀修剪一下，两面都要修一下。嗯，差不多了。这个好好吃啊，还有一股奶香味。修剪好之后，我们再用吹风机给它吹个造型。托尼妙语上线。这造型不错，来吧。这巧克力入口即化。拿出我们的小镜子，我来照一下。嗯，这个造型我很满意。不错不错，给你们也来照一下。这镜子里是谁呀？这么漂亮。这个上面好多白色的，尝尝啊。嗯，这个我喜欢，更甜一些。哎，最后再来喷点香水，完美，心情美美的。下次大家还看我吃什么东西，有人可以告诉我哟。